大锅炒的，感觉挺也挺香啊，就是有点酸，不知道那个味道怎么样。还有三文鱼的。你想吃那酸菜吗？想吃，我们俩就吃个酸菜。行，三文鱼肠。那是哪个肉啊？这红色的吧，这是红色的肠吗？看着能更拧点。不知道。Hello。太平鱼，太平鱼，要这个吧？要这个吧？这个呀。嗯。This one，yes。他这是不是这个？这个。酸菜行。OK。我给个现金吧。啊，给现金。大锅炒的，感觉挺也挺香啊，就是有点酸，不知道那个味道怎么样。还有三文鱼的。啊，去那边给钱，10欧元一份。10欧元。这是各种肠。主要就是香浓的酸菜了，这酸菜的味道都被吸引过来了。颜色也好，味道也够用。但吃的不知道啥样。可以拿面包要吗？嗯。来一块吧。嗯。再来一块啊！行。擦的擦的点面。拿两个吧。行，拿两个行。这个是爱沙尼亚的美食，酸菜，香肠酸菜。看看什么味道？酸菜。在乎，来吧，酸菜。我去，我去，你们猜的什么味儿的？你们肯定想不到。你都想不到吧？你这吃的才知道，来尝，来尝这个什么东西？这土豆吧。土豆就是正常的味道。你再来一口就酸菜吧。那你说的，我心里没底，是好吃还是不好吃？我去。所以这不是姜，还是说粉折呢？什么味儿的？给大家说一下，什么味儿的？闻着酸，其实是甜的呀。你们吃过甜酸菜吗？酸甜的酸菜，我是第一次啊。挺有意思吧？我就尝尝香肠吧。香肠。嗯。这香肠的味道就比较正经了。你们这次它就是一个香肠的味道。就这个酸菜不太正经，其他都行。吃的酸甜的，放点胡萝卜，就这样的，酸甜的。香肠味道还不错，就是国内的那个脆皮肠，就这样。嘎嘎脆，甜的。看见了吗？吃好了啊，吃好了，还要再来一份。那就来份其他的来。对啊，现在就是在外面吃有点冷，尤其是冻脚。你都吃了吧，我不吃了。其实我在准备吃点啥，吃点其他的。最后一块没了，10欧元。他这个如果要不是在这个圣诞市场啊，估计没有这么贵。应该这个圣诞市场这个费用啊，应该挺高。嗯。
好了，伙食吃完了，战斗结束。哇，这么漂亮！那可能我说话你们，大家可能听不见啊，也可能是声音变了，为啥呢？看出来为啥了吧？把嘴都挡上了啊，嘴都挡上了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就是进了北极圈的感觉啊，太冷了，爱啥你啊？啊，前面这个才是老城的入口啊，塔林老城的入口。也应该也是出口吧，嗯，这是纯老城啊，入口以前城墙啥的嘛。哇，这个老城也是非常美啊，这大门上显得特别漂亮。对，晚上灯光好看，白天是应该是，嗯，好了，各位，天寒地冻啊，天寒地冻啊，所以说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了啊。刚才我们吃的这个当地的酸菜啥的，是吧？啥味道？啥肠？啊？啥肠？我不知道啥，应该猪肉肠吧，是吧？啊，反正就是吃了一个东欧啊，属于东北特色的，东欧东北特色的这个酸菜啊，酸甜口的。其他的没啥了啊。再说这个老城啊，是非常非常美的啊。好了，这视频拍到这儿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再见啊，再见各位。